过年期间大鱼大肉，体重直线攀升。那今天的话，就来教大家做一杯轻松甩油的饮品——绿拿铁。那什么是绿拿铁呢？绿拿铁就是使用许多蔬菜与水果，或是天然的原料所组成的营养蔬果汁。首先，我们取出苹果，然后将苹果分切成小丁。凤梨要选择金钻凤梨，因为甜度比较高，并且有一个重点就是呢，我们切凤梨的时候呢，不去心，因为我们要完整保留凤梨酵素的营养价值。处理我们的食材小松菜，小松菜含有丰富的钙质，那它的含量呢，可是牛奶的两倍之多哦。香蕉切一半，去除果皮。香蕉富含钾与果胶，帮助体力恢复，是非常营养的水果哦。切成小块。取出搅拌壶，加入凤梨、苹果、香蕉、小松菜，豆奶。盖上盖子之后呢，开始进行搅拌。搅拌至均匀，然后没有大块的果实，然后它呈现细致果汁的状态之后呢，就可以倒出咯。将果汁倒入成品之后呢，就完成咯。提醒大家不要过滤，因为呢，果实呢本身带有非常多的养分，所以呢，全果实的概念摄食才是最健康的哦。入口之后带有清新的苹果香气以及凤梨的甜味，果端呢还有带有香蕉层次的口感，搭配小松菜清爽而不带有一些菜味，适合在大鱼大肉后想要体内环保的你。嗨，我是某某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欢迎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哦。或是有什么想喝的饮料，也都可以留言给我哦。